涂山妖狐传承数千载，古琴术促成情缘无数。这当中，可有人族与妖族相恋呢？今天我想问你，你心中可有喜欢的人？不管他是人还是妖。 我喜欢的，就是他。爱一个一世都无法相守的人，值得吗？爱就是爱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。我说过，我一定要护住他。 这颗棋，这小子便不再孤单了。他会一直守护他的大妖，生生世世。我希望的是，人和妖之间不再有敌意，不再因少数几个人的野心搅动、祸乱而分离。 我绝不会再容你祸乱六域。你这个傻子！我不傻，我爱上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